各位线上的朋友，新年好啊！我哋生涯研究所咧，今日咧为大家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月韵迎金兔，为大家庆新年。今日咧系癸卯年嗬嘅正月二十八日，我哋仲可以向大家祝新年嘅。呢场音乐会咧，我希望能够为大家咧带嚟咧新年嘅嗰个吉庆。一啲吉庆嘅气氛，同埋咧系吉祥立福。今年咧，全部人咧都要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我哋西雅研究所咧，适逢今年咧系七十周年，以介古稀啊。不过咧，透过啲音乐咧，说明我哋古稀之年咧仍然系充满活力嘅。咁我哋好感谢息息缘。赞助我哋一系列嘅一啲文化活动，我哋一向系推广中国文化，保存国粹系我哋嘅使命嚟噶。咁啊，我希望咧各位长期喺线上同埋线下支持我哋嘅朋友，继续咧系鼓励我哋。咁我哋今日咧系有好多朋友啦吓，同埋有啲好多谢大家啲乐师啦，以及咧系各方面。俾我哋鼓励嘅，同埋参与我哋工作嘅一啲朋友知音，我哋都一大咧系一并咧系多谢佢哋嘅。咁我就唔多讲啦。我哋希望大家会享受呢一个下午，将时间咧交俾我哋嘅音乐家陈子俊教授。咁多位大家好，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咁其实咧，我谂咧呢三年咧对大家嚟讲咧，大家都应该一齐有共同嘅感受啦。我哋咧系好开心嘅，其实我哋呢个二月份咧系好多场演出，因为咧其实而家慢慢开始解封之后咧，其实个演出逐渐多。咁我哋咧，今个月咧系非常非常之忙，咁同埋我哋好享受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唔需要戴口罩啦，系咪咁多位？一戴口罩咧其实好辛苦嘅，同埋咧我哋咧。即系呢三年咧，我觉得咧系学咗一样嘢，就系咧大家都珍惜当下。所以咧，我哋咧嚟紧头先听阿刘教授讲，就话即系新亚研究所系七十周年。咁其实我哋本身我自己咧，好比较少咧喺呢个中文大学咧去搞呢个活动。我叫陈子俊，话时话我系中文大学嘅陈子俊。咁就咁就，但系我喺度谂，其实系咪可以即系？有啲合作活動咧，跟住咧，我即刻同呢個崇基嘅資深教授啦，咁就去傾下，喂，我哋係咪可以搞一啲古琴嘅活動啊？咁啊，即係大家傾哦，又可以喎，跟住咧就去馬上咧同阿劉教授聯絡，就係咧話，喂，我哋一定要有呢個新亞嘅合作，我哋先至可以搞呢個古琴嘅活動。咁我哋咧就搞咗喺呢個三月三號同埋三月二十四號咧，喺呢個中文大學咧有兩場嘅古琴音樂會。咁好抱歉啦，其實就因為個反應太激烈啦，即系咧上網報名五分鐘，跟住就已經截曬止，即系已經太多人報名。咁所以就係我哋同新亞嗰個合作咧係好緊要嘅。同埋咧，我哋今日呢個演出，我頭先講啦，我哋二月份咧好多演出，其實咧最緊張咧係今日呢個演出。知唔知点解？因为咧呢个场地咧系非常之靓嘅场地，你睇到咧后面嗰、那个设计啦，其实咧全部咧个声音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咧一玩错某一两个音咧，其实咧就无所遁形嘅。咁但系我哋都尽力，因为咧其实都系嗰句啦，珍惜当下。所以咧我哋咧有得演出咧，我哋会演。好多谢咧刘教授同埋新亚研究所嘅邀请。咁我哋咧事不宜迟啦，我哋咧首先介绍下我哋乐手先好嘛？喺我最左手边嗰位咧系陈国辉。老师，咁佢咧啱啱咧早两个礼拜咧先开咗场古筝独奏会喺呢个香港大会堂。好啦，跟住另外咧就系咧隔篱嗰位咧就系杜永老师啊，我哋嘅胡琴乐手啦，非常资深啦。跟住中间咧就系非常年青出众嘅扬琴手郭嘉莹。跟住我身旁咧就系咧何锦明老师，琵琶嘅乐手啦。咁我系陈子俊啦。咁我哋咧先玩咧几支反线嘅乐曲，即系 G 调嘅乐曲啦。我哋先玩平湖秋月。跟住玩咩好啊？嘉莹，走马第一首《平湖秋月》，走马，跟住步步高，冇步步高，春娇善马。我哋先玩三首，《平湖秋月》、走马同埋呢个春娇善马系嘛？咁多马嘅我哋啊，好。
啱啱聽到三首廣東音樂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會轉一轉個咩？第二首啫咩？啊，係咩？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太投入。唔好意思。終於可以講啦，咁就其實咧，頭先我一路演奏嘅時候咧，我就一路望住個揚琴，我覺得咧呢個琴咧，我咁啊謝醫生咧好清楚啦。嗰時我哋喺呢個中文大學嘅藏琴啦，咁嗰當時我想問一問謝醫生咧，我哋係咪比較少落嚟演出嘅呢個琴？借咗有幾次啊？咁而家呢個琴咧，其實就會擺咗上三樓，即係我哋中國音樂研究中心出面啦。跟住我喺度諗就係咧，其實咧樂器都係要多啲演奏嘅，即係如果唔多演奏咧，其實咧。佢係冇意義嘅，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個琴咧，阿嘉瑩啊，你咧就打當然好多。你屋企有幾多部洋琴啊？請問五六部。呢部洋琴佢個淵源係點樣樣嘅咧？係所謂係咪邱學囚彈過打過嘅？聲稱。聲稱嗱，其實咧呢個琴咧好得意嘅，佢個底咧係好似即係有啲文字去記載嘅，咁就聲稱咧係邱學佢拜曬。就咧聲稱咧係邱學囚咧，邱學囚係我哋一個叫做點講啊？我自己個研究咧就覺得咧，邱學囚咧係好緊要嘅，對呢個廣東音樂嘅成立或者建立啊，係好緊要一個人。有女文成嘅大名。呢個係鎮店之寶嚟嘅，呢個係啊。咁係啦。又係邱學囚重要，有女文成。唔係都重要㗎，其實即係我講少少，就係其實大家講緊，我哋覺得廣東音樂嘅起源咧，係同呢個呂文成嗰個關係咧。但其實我自己睇法咧，其實邱學囚咧，我哋係要即係必須要去注視呢個人，因為其實冇邱學囚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一啲廣東音樂嘅教材咧，其實最早就係由邱學囚去建立出嚟嘅。當中佢有個好似1934啊，定係唔係三？1927年嗰、那個琴學新篇嗰度咧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咧佢希望咧將所有中國人咧去咧好多好多人彈鋼琴，以前即係西方啲鋼琴，佢話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攞洋琴
啊、去入室咧，即係呢啲洋蔥咧相對比較廉宜啲，我哋都可以咧喺呢個中唔好中產，即係啲家庭裏面推廣呢個洋蔥。咁當時佢嗰、那個點講啊？即係個目標好宏偉嘅，其實咁甚至乎佢1934年出版嘅《國樂新聲》啊，更加重要啦，就係講將廣東音樂變咗做國樂啦。呢、這個咁呢、這個就再後話啦。咁我哋咧玩下，不如我哋而家呢個五個人嘅形式咧，我哋就不如改一改啦。我哋玩下呢個二重奏咧。你我哋而家請呢個輝哥同阿何生咧玩呢個西江月好嘛？定係招石鳴琴？西厢词同埋呢个招石鸣琴啊，西厢词啊，西厢词，西厢词，西厢词先，玩西厢词先。大家好，其实今日咧把声唔系太好，但系我都想插下嘴嘅。呢个小洋琴，关于个小洋琴嘅问题，阻大家少少嘅时间，因为实在太有意义。这个洋琴呢最应该是代表上个世纪1930年代的那个制式来的，就是那种那洋琴大家都知道，洋琴其实是西域传来中国，就是 由海外传来中国，所以这个洋字是海外的洋，海洋的洋开始的时候，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汉化了，变成了这个终极的产品，就是这个汉化了的一件，即係充滿咗東方風情嘅一個樂器，佢代表咗一個意義喺度。呢、這個意義一個美感，一個意義喺度。佢嘅聲音啦，好玲瓏，好清，好通透嘅。咁今日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節目，就有阿程美寶教授去唱一首《月歐》。咁我哋就諗到啦，要唱一首《月歐》，佢係上個世紀差唔多百幾二百年前嘅聲音。咁我哋要揾咩樂器去配襯佢先啱咧？難道是有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製品呢？咁我哋希望能夠貼近啲嗰個感覺。咁於是乎咧，就情商咧，就中文大學借出呢個洋琴，佢係一個藏品嚟，唔輕易借出嚟嘅。咁咧就借出嚟，咁啊就辛苦咗阿佳嘅，佢教呢盤線都好辛苦嘅，其實，因為依佢有裏面嗰啲螺絲釘咧，就散散地嘅，就好難教嚇，成日滑啊。咁同埋佢個律咧都係一啲舊嘅律，但我自己個人一個主觀嘅認為咧，佢雖然係一個舊嘅律，同我哋而家個耳軌可能唔係好太適應，但係同唱嗰個咧可能更加符合嗰個越韻嗰個聲音，會更加貼近一啲都未定。咁咧，但係畢竟點樣都好咧，即係究竟係咩效果咧？大家可以試下欣賞嗰個效果。咁我首先同阿輝哥，我哋夾一首《西廂詞》先啦，《西廂詞》係一首客家嘅音樂嚟。客家同我哋廣東嘅淵源好深，咁好多人覺得粵樂咧就好多嘅印象就係一定要唱大戲啊，唱嗰啲才子佳人嘅嘢。但係《西廂詞》呢首歌好古老嘅一首清雅嘅一個音樂，希望帶俾大家一種比較樸素啲嘅感覺。我哋演佢嚟咯，thank you。
系啦，我哋而家咧就真系玩呢个广东音乐，我哋咧不如就玩呢个朝石鸣琴、孔雀开屏同埋和尚施西。我哋玩咗三首之后咧，我哋咧可以咧听呢个粤欧啦。我哋就请阿陈教授出嚟。
咁咧，我哋咧跟住咧就會咧演奏南粵歐啦。咁粵歐咧就係頭先阿何家明講得好啱啊，就係話咧呢、這個楊錦咧，我記得咧當時咧阿吳明梅博士佢嗰時即係我哋唱一個香港唱南音嘅人啦。咁佢咧教呢個楊錦嘅時候咧，佢就講啦，佢話佢咧唔中意粵歐呢樣嘢嘅。他話咧，我淨係中意唱南音，就唔中意唱粵歐嘅。咁嗰時問點解咧，佢話覺得粵歐咧就唔係咁好聽嘅。但係咧，我又唔係好同意喎，即係因為我哋之後咧，我哋同阿程美寶教授咧有啲合作啦。咁就係咧一路咧伴奏粵歐嘅時候咧，發覺咧其實呢個聲音咧係好特別嘅，係好有時啲歌詞咧，你可能咧有時我哋當然。如果講粵歐咧，我哋會知道趙志榕佢喺道光年間出版咗個粵歐嗰個咁書啦。咁嗰啲曲詞咧，其實咧係幾廣東話嘅，有啲音咧都幾俗嘅，有啲字都幾俗嘅。但係呢個咧，到底嗰個係咪可以反映到呢個成個廣東嘅文化咧？咁我哋就要等阿程教授咧，可能去同我哋講少少先嚇，講少少先，我哋先唱呢個粵歐啊。好啊，多謝啊，子俊。在啲樂師移燈換凳之際咧，就講一講粵歐啦。咁亦都好多謝聲藝研究所啦，即係邀請我哋俾個咁好嘅地方，我哋咧去玩音樂同埋唱曲。咁其實咧，我哋玩咗幾年啦。咁幾年過去幾年咧，都有唱過粵歐嘅。其中一首咧叫《心心點粉》咧，當時大家都唔好開心，所以喺度唱埋曬啲心點粉啊咁樣啦。又或者是桃花線唱到吐血的最拉尾會，但是今天我們這個疫情就陰霾漸散，所以我們唱過第二首叫做《傑斯羅》。傑斯羅就是說所謂吐斯女羅，就是一些纏在草或者木上面的這個枝蔓，就是比喻這個男女之間的感情非常之緊密的意思。但是如果被人拆散了就不太好了。咁點解要唱呢一首呢？即係疫情漸退之際，就因為咧，其實佢係一個藥方嚟嘅。咁大家一間聽下咧，有咩藥嚇？我哋究竟執一隻咩方嚟到去治啲咩病？其次咧，就係頭先講咗好耐嗰個楊錦啊，就係1920-30年代啦。即係假設佢係邱學囚嘅話，咁就算佢唔係屬於邱學囚嘅咧。佢都係邱學囚嗰個時代嗰個款㗎啦，呢個一定冇錯。咁但係咧，仲有大家頭先聽過啲廣東音樂啦，其實都係好現代嘅嘢嚟嘅，嚇20世紀嘢嚟嘅。我哋粵歐咧係19世紀嘅嘢，我哋用一個20世紀初嘅楊琴去玩19世紀20年代，即係1820年代到嘅樂曲。但係咧呢一種曲咧，其實喺1820年代咧嘅唱法。可能同1920年代的唱法又不同嘅，所以咧就即係當中有好多嘅文章可以做。咁過去我唱《心心點粉》咧，係根據邱學囚嘅譜；唱《桃花扇》咧，係模仿銀嬌思娘嗰個唱法。咁我最近就認為咧，銀嬌思娘嘅唱法咧，可能係比較古老嘅唱法，《心心點粉》咧。是1920年代的迎合當時的潮流的一個改變。而我這個傑斯羅呢，其實是我師父陳麗英女士呢，她重新度的。她度的時候呢，其實是參考了1920年代心心點粉的種唱法。所以大家可能拿一些感覺，以後有機會呢再詳細講。我們試一下這個傑斯羅啊。條條係，我哋用嘅都係公車譜啊。咁啊，程教授，我問你一個問題啦。頭先你講起潤心或者銀嬌思娘啦，其實佢哋係香港人咧，定係廣東人嚟嘅咧？廣州人嚟嘅咧？因為咧，即係佢哋當時嘅關於佢哋背景都冇好多啊。但係我相信佢哋可能喺年少嘅時候啦，可能省港兩地都有走嘅。咁去到40-50年代，應該可能就漸漸定居咗香港。所以後嚟啊，潤心思娘同埋銀嬌思娘嘅錄音咧。都是商台和港台幫他做的。我們其實現在正積極去搜羅香港電台到底有沒有這個粵歐的錄音呢，其實我們在做工作的，相信都 有些眉目的開始，但現在就當然未公佈得住，但就之後希望有好消息帶給大家。現在都要聽著程教授唱著先這個我看到粵歐裡面有那些曲詞
是真的有文本的記載，趙子庸記載的，即是我看到月歐的文詞呢是有文本的記載，有的 是趙子庸的文詞，那裡面用了很多那些我們廣東人的口語，那些真的很確切地寫出來，好像乜水啊，乜水啊，叫乜水，我聽他唱的時候就不是乜水，不是個河字，是個乜水，用了一個生字，即是我們譬如我們現在都說啦，我們說你乜水啊，乜水，他真的唱乜水喎，不是唱乜水喎，十九世紀是這樣說的，那很有趣啊，但我覺得呢，這個粵歐呢，雖然是流行在百幾二百年前，二百年譬如今天我們現在我們粵語做母語的人有啲咩啟示啊？帶俾我哋有啲咩嘅，即係或者對你嚟講有啲咩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啟示，或者有啲咩衝擊咧？我冇乜衝擊嘅，唱得聽得好愉快咧，即係覺得即係因為我哋通常去追溯成個粵樂粵曲咧，就話我哋有個本地傳統嘅，係因為我哋邦王係外來傳統。咁粵歐文南音咧都係本地傳統，後嚟呢兩個傳統其實合一得非常之好嚇。咁我哋嘅粵語因為係有聲韻嘅即係語言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本地傳統係發展出一個可以唱歌出嚟嘅傳統。我覺得呢個其實係我哋粵語流行曲嘅最早嘅鼻祖嚟嘅。我自己就好享受，即係好享，我聽到就好享受啦。咁但係咧，我雖然啲裡面嘅詞咧就好口白，但係我聽唱出嚟咧。嗰、那個成個詞文咧就好優雅嘅喎，即係一個將我哋一個好白話，但係居然間好雅，即係將佢提升咗一個境界咁樣嘅，就唔係我哋好似過去我哋有啲好似我哋一個口白就好似好粗俗咁，絕對冇呢個咁感覺。或者呢個粵歐嘅一個魔力嘅未定，因為都係要富比興嘅，其實係好多比喻啊咁樣嘅，咁所以大家一間聽真啲，有邊啲藥材喺度，翻去執翻劑嚇，唔係蓮花清瘟啊，又冇蓮橋，又冇呢個金銀花嘅，只有燈芯白果。係啦，咁啊好辛苦咁樣去教呢個楊琴咧，係需要嘅喎，因為頭先都解釋過啦，同埋咧佢嘅聲係輕強啲嚇，係冇而家啲楊琴咁惡嘅嗬。是啦，好，我哋嚟咯，哦，你。
啦，你睇完眼共沙梨，又爆呢爆几个噃，哦，你。非常多謝程教授的演唱，其實即係香港今時今日要聽粵歐咧，係要聽程教授嘅，你冇乜人冇乜人唱粵歐嘅。大家聽到頭先我哋個伴奏咧，唔知道會唔會感受到我哋玩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嘅聲音咧？嗱，呢個我唔知道，但係咧我哋演奏嗰個譜咧就真係嘅，因為我哋全部都係睇公車譜嘅。你只如果我哋如果睇簡譜咧，相對嚟講咧就係即係好似睇五線譜一樣啦，就限制咗我演奏。睇公車譜咧，其實係有個彈性喺度嘅。即係當我哋去演奏公車譜嘅時候咧，中間咧好多節奏咧唔穩定嘅時候，即係唔穩定嘅時候咧，大家撞出嚟個感覺咧，其實我諗呢個都可能相對比較貼近二十年代。我諗程教授講兩句好唔好啊？即係其實呢個係咪同上世紀二十年代嗰時會都會睇公車譜噶嘛？係嘛？可能冇譜，可能冇譜添啦，係啦，係冇乜譜嘅真係。但係所以邱學囚嘅偉大就喺嗰度啦，即係佢整理咗個譜出嚟。但當時邱學囚都是公車譜啦，係啦，公車譜，係公車譜。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個國樂或者民樂啦，講緊就係話睇數字譜啦，即係簡譜啦。咁就係變相係某程度上係限制咗樂手嗰、那個創作或者即興嘅。咁呢個就再講。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準備馬上咧就演唱呢個南音。南音咧其實喺我哋中文大學咧其實係經常性去即係、就是、去介紹呢一個樂種，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好。點講好地道啊！即係好廣東省咧，有一個好有歷史、悠久歷史。當然同粵歐咧比咧，就可能都或者我哋唔咁樣比，但係我哋好多時候講説唱廣東嘅説唱工藝咧，其實咧明末清初啦，我相信都已經喺呢、這個中國嘅南方出現啦。咁嗱，我哋一路咧同梁海利咧係好多合作嘅，由幾耐之前都有十年前啦，係嘛應該都。咁咧你嗰時你嘅老師咧，包括吳詠梅啦，同埋呢個歐君祥。咁你今日演唱嘅樂曲咧叫《嘆三更》，但我好似冇《嘆三更》呢樣，得《嘆五更》，點解會《嘆三更》嘅咧？
碳三加，我記得就是梅姨嗰陣時第一次在中央圖書館嗰度唱碳五加嗰陣時咧，因為咧佢第一次唱，咁佢唔想唱，即係唱一個 full version， 咁於是佢就唱碳三加咯。當時阿梅姨在呢個中央圖書館的演唱咧，係歷史性嘅。點樣歷史性法呢？係咧當時有澳門的人士咧聽到之後咧，覺得咧即刻打翻去呢個澳門文化局，就話咧：喂，我哋原來澳門有啲好嘢，有即係梅姨本身係澳門人嚟嘅，咁就有啲好嘢嘅喎。原來嗰啲先至慢慢發掘到呢個梅姨嗰、那個精髓出嚟啊。咁就慢慢我哋之後其實一路同梅姨玩玩咗幾耐，都玩咗十年左右，有冇十年啊？差不多三十年啦，跟住之後咁佢過身啦，咁就咁啊好彩啦，咁啊海莉一路繼續同我哋玩啦，咁就我哋而家咧馬上咧演唱呢個梅姨個版本嘅《碳三間》啦。Thank you.
你睇好啊极，似万军都上滩白牙啊头。
非常多謝梁海莉小姐的演唱。其實呢男音呢我們講的是、可能在上個世紀、未禁唱之前，即可能在、20年代左右，其實當時呢很多時候會在這個茶館、啊、或者一些、煙花酒地、啊、就會聽到這個男音。但是呢在很多、有個說法就是說呢，其實當時在這個香港電台或者電台上面演唱男音呢，去到這個70年代那麼上下就沒有了，那個男音呢那個傳統就熄微了。其實我覺得又不是，其實一路呢看回個歷史證據呢，其實一路呢男音呢在香港呢都有人唱的。其實但我想講的東西就是說，今時今日呢我們以前演唱的那個地方呢，是可能是在一些大家的聚焦點不會在演唱男音那裡，可能很多時候是、就是、可能喝茶或者在煙花酒地、就是、可能跟人聊天這樣。但今時今日好像大家這樣聚精會神去聽這個男音，其實我自己的個人看法就是，在音樂廳可不可以唱男音呢？可以唱男音，但如果要整場做男音，我覺得是很困難的。因為我自己有個經驗，就是當時我去澳門演出，咁就成場真係成場全部男音，我諗大概三四個鐘到啦，我吹到手都痹埋，
跟住咧一路吹咧，咁你知我哋即係演奏嘅人咧，好中意眯埋隻眼，好似好陶醉咁樣樣噶嘛。我唔敢眯埋隻眼嘅，因為驚一眯埋隻眼咧就瞓著咗，因為太即係，但係好尷嘅。但係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即係我其實你攞住簫咧，不斷我唔知阿蘇老師有冇呢個感覺。即係如果你攞住簫吹咧，一吹吹半個鐘唔停喎，其實手係痹曬嘅。仲要有支 F 調簫咧，好難吹其實。是吗你说你说我几场先。即是当男音有时即其实閒閒地可能一首歌二零三分钟很普通，当你连续吹两首的时候已经一个钟了嘛。所以是艰苦，但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今时今日呢欣赏男音呢，就是那个角度就是说可能跟乐一起即是间住这样听会轻松一点。演奏那个呢，很多时候我们从即听的角度，其实从演奏的人角度来讲呢都是紧要的，即要放松，如果不是呢好辛苦，大家都會瞓曬覺。嗰、那個瞓曬覺咧，唔係觀眾，係個樂手都會瞓覺。好啦，嗱，我哋咧，而家咧，我哋就不如演奏呢、這個。頭先咧，始終男音咧都係一啲比較哀傷少少啦嚇嘅樂曲啦。我哋不如開心啲，玩首歡樂歌啦，好嘛？嗱，歡樂歌咧就係咧呢個，好嘛？唔係歡樂歌，你想壓到緊你。歡樂歌咧，其實咧就係有少少私心嘅，笛子獨奏嚟嘅首，咁咧就同埋幾位老師咧就一齊演奏呢個歡樂歌，咁就係江南絲竹。咁我哋之前一路都玩緊廣東音樂啊、潮州音樂咁樣，我哋試下玩首江南絲竹。對啲射燈好敏感，即係啲鋼弦咧，鋼弦咧對於射燈咧好敏感。一開燈咧，佢啲即刻會變曬音，好奇怪啊！好，我哋歡樂歌，江南絲竹。好，睇住我。
好，跟住咧，阿何生，我哋玩咩歌啊？跟住你好似玩得少咗啲喎，咁样你同阿辉哥玩一首咧，玩首平湖啦，好嘛？平湖呢首歌系边度地方乐曲啊？又系客家歌嚟。又系客家歌，咁就我哋不如玩首鸟惊圈啦。鸟惊圈。同阿杜师傅一齐玩。好啊，我哋先玩呢个平湖先，跟住再玩呢个鸟惊圈。玩平湖啊？好啦，先玩平湖先，平湖之后咧，跟住咧就我哋同埋到平湖，系。我咁样介绍下。平湖唔系平湖秋雨嗰首曲啊，平湖系一首客家歌，咁咧就系客家歌嚟嘅嘛。OK， 咁阿辉哥咧系一首筝曲嚟嘅，阿杜师傅，平湖你系咪一齐玩啊？因为咧，大家沟通一定搞清楚。平湖哦，平湖。平和一起，你可以一起拉的，有谱子，有谱子。
因為盤線係轉嚟。建議啊，我哋仲有幾首歌未玩嘅，咁咧有呢個流水行文啦，同蟬面鐘聲，不如我哋，但係呢個咧就有少尷尬，因為我自己攞住支麥，跟住我自己話要獨奏，咁就唔係咁好，咁啊要揾埋阿嘉瑩幫幫手，不如你又幫幫手好嘛？誒幫幫手呢個，我哋一齊玩好嘛？玩呢個流水行文同蟬面鐘聲啦，咁尤其是蟬面鐘聲啦，其實呢首歌係好一首好香港嘅樂曲嚟嘅，我覺得係，即係講緊係喺即係大家都知喺油麻地榕樹頭嗰度噶，即係嗰個古仔蟬面鐘聲係。流水行文同蟬面鐘聲兩首好嗎？給我機會我啊，好最辛苦是他打點曬流水行文先thank you.
聲。其實咧，今日咧都差唔多到音樂會嘅尾聲噶啦。但系咧，其實咧，我係好想有一件樂器咧去做一個獨奏嘅，因為咧呢、這個揚琴咧係真係咧，其實一路擺喺度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冇人打，最主要係當時梅姨嚟喺度嘅時候咁佢打啦。咁啊，當然你打最多啦，而家應該係咁，因為之前借咗俾竹韻小集啦。咁咧好欣賞呢個音個琴嘅音色咧，真係好清脆，好玲瑯。呢、這個係咧，我會形容係二十上世紀二十年代嘅聲音點啊？不如我提議一下，時間唔早啦，就嗱，阿嘉瑩咧帶一段第一段嘅揚脆起，然後我哋咧就之後就我哋一齊又即玩兩次，玩埋落去。我哋玩兩次、三次冇問題，但我哋大家都好想聽下呢個揚琴嘅清脆玲瓏嘅一個音色，俾翻我哋呢個咁好嘛？辛苦曬啊，嘉瑩，係。我哋冇事先同佢講嘅，真係辛苦佢哋真係。好，唔係考試，唔係考試，呢、這個絕對唔係對你唔係一個難度嚟嘅。但係對呢個揚琴，因為佢
佢啱啱今日師帶俾佢玩咁樣，佢冇誒攞翻屋企練嘅，所以可能會咩咁就手係嘛？係、okay、好啦。大家要係啦，個音準要可能要包容曬。冇問題。音色我諗你係最專業㗎啦，我哋個團隊裡面好啦，辛苦辛苦。揚吹起。其實我最後講多句咧，就係咧當時咧梅姨咧吳詠梅咧，佢教呢個楊錦嘅音嘅時候咧，教完出嚟之後咧，好似唔係好啱音。但我記得何錦明咧嗰時咧，你攞咗個秦錦，嗰個秦錦咧都係以前舊制七律嘅秦錦啦。結果一同個楊錦一夾咧，係啱曬音嘅。其實而家個所謂唔啱音咯，只不過係同我哋而家可能受咗十二平均律嗰個影響咧，佢覺得唔啱音。其實佢係好啱音嘅。只不過我哋而家用今時今日嗰個習慣咧，可能係有啲唔適應啦，或者唔習慣啦。我哋今日差唔多咯，學生係咪啊？係。咁啊，請埋阿程教授出嚟，我哋一齊同觀眾講聲再見啦，好嘛？係。玩多手啊？咁啊？咁點啊？啊？好啦，我哋最後想偷懶都唔得。最後咧，我哋玩首娛樂星評好嘛？啊！
再一次多謝呢個新蘭研究所啦，同埋呢個劉教授嘅邀請啦。我哋希望咧好快咧有機會咧再喺度演出。我諗而家冇咗呢個疫情嗰、那個檢即係檢測嗰啲之外咧，我哋咧可以經常嚟呢度演出啦。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各位老師啊，阿梁小姐、郭小姐、程教授同埋各位啊啲叔父啊，陳博士，大家滿足嘛？以後多啲關注，我哋會繼續有唔同嘅音樂會嘅。咁我哋讓啲樂師休息一陣，我哋隔離咧係有一啲清茶，清茶啫。大家可以去傾下偈啊，飲下茶，潤下潤下喉啊。咁就呢、這個音樂會啫，今日嘅活動就完啦。以後咧，今年祝大家咧歡快咁樣過一個健康嘅年，同埋咧。世界和平，升平嚇！咪宣傳下呢一個古琴嘅春耕咧。哦，春耕四月嗱，咁啊，今日我哋呢度好熱鬧啦。不過如果你唔怕悶咧，唔怕悶可以聽下我哋古琴啊。我哋如果有古琴場地，長期都有定期有活動嘅。四月廿二號咧有一場嘅古琴嘅獨奏會喺呢度，咁係蘇老師主持嘅。嚇！唔係，對唔住啊！其實多數都各自嚟奏嚇，咁樣樣歡迎大家參加，同埋多啲關注我哋，多謝各位，隨便個去隔離飲茶嚇。